那你现在的是适合第一次，如果是也觉得上火跟难受的话，饮食药物都要调，还有自己要水呀、啊、这些就是在食疗嘛，就是中药西药，就是中药那个什么饮食也要调，不要吃饭啊也注意一下，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，哎，慢慢的散步啊，运动就是动静结合的修，但是对你也是知觉很重要，你心宽心量很广大，智慧很到位的话，其他的转的就很快了啊。但是那个智慧的来历也是靠定嘛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打坐是定，但是在寺院我们这样走出家，我们佛佛啊护持，行走坐卧做寺院的事的时候也要定，淡定，嗯，任何事情来临了。身边的很多事来临了，坐在那儿如如不动，嗯，就是宇宙一切相、众生相啊，你了解，就是随任何事情都不要较真，不要要淡定啊，嗯，那就改了，哦哦，就要下定决心改的啊，不能说有时候我们不能说，就是大家修行都是说，我说我就遇到那件事不行，我其他事行，就那件事不行，那就在那件事赶紧修，一天改不了两天，两天改不了三天，我100天改了它，我就在那件事上，我也改习气啊，我以前啊有时候你微细的觉照到你不爽了啊，马上捕捉到它就盯住它了，它想隐形它隐不了，盯住它，哇你不爽了，你竟然是吧？好，如如不动，悄呼吸，是吧？我经常能被静转，是吧？哎，就下次绝对不会了，是吧？这一个修行者怎么能这样子呢？哎，这就是不断的强化自己这个你这个位置，你是修空性的，你是修行者。刚开始经常忘我以为自己是个凡夫呢，就忘了自己佛这回事了，一不小心就变凡夫，一不小心，那就是不断的觉照嘛，觉照觉了一次。有时候一个星期能改好几年，真的是，但是我从来不责备自己，觉得哎你是可以的，继续加油，给自己鼓励，我不责备，我觉得哎呀你已经不错了，你已经不错了，你看上次执着了3小时，你现在才2小时，每天鼓励自己继续继续。有一段时间都修行觉得不怕了，觉得这习气欲望这么重，你能成佛，照着镜子说你能成佛，是吧？说不管你生生世世是谁是什么，显然你自己是迷了吗？照着镜子指着自己，你看你除了吃个拉撒睡你知道啥，你就想玩好的吃好玩好，你什么都他就这么一大堆，每天对着镜子说嗯，然后说看着哦，原来突然又就想我是如来，这是失落，这是幻想，这些幻想又想迷惑我了，让我不认自己是佛了。哦，嗯，对呀、啊，哎，马上又开始修定了嘛，你这样一认你就又安住了嘛，是吧？马上修定了，都不是你那样子想也是对的，但是那样不是你又不修了嘛？你就修你那样折腾那样说也行。但是随时随地回到那个位置上，任何地修定嘛，哎，你那样乱想一堆，开心一下是可以的啊，鼓励一下自己是可以的，但是你的精进就在于瞬间又回到定态里，如如不动，每时每刻都回去，回到那个位置，空性的位置，无形无相的状态，每时每刻这就是精进，你在每一件每天不停的在修，知道吧？这是真精进，知道吧？每时每刻都在离相的状态，然后呢，你再等你离得差，你离得成功了，再妙游，你再回到红尘，再在一切事上，是吧？你再去，但是说你真的，你要是真的有解脱到有修的差不多，你说我一定再去体验这个世界的贪嗔痴慢疑吗？说我怕着相，我一定去找找相去体验一下吗？因为你修你离相嘛，你怕着相嘛，不着相不被进转，那我为了体验我被不被进转，我还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吗？也不一定，你只知道就知道就行了，你那个知见知道就行了，啊，也不一定再回人世界去体验了，啊，但是有的因缘具足了，你使劲的逃避也不是一个成就者的风格啊，也不是那样的，他不会那样选择，他会大慈大悲的啊，放下自己的一切，甚至自己圆满的心。你想圆满，哎，他来了，然后你是继续修呢，还是了他这个缘呢？啊，举个例子啊，就差，而且你要一定知道，你就差一点了，你差108000里，你还是继续修吧。你了了这个缘也修不成，但你觉得你就差一点，你就快圆满了，你觉得，
哎呀，来了一个坏疾，这个坏疾是很难缠。你觉得这是个宿缘，而且你就欠他的，不只是欠命，欠是欠欠东西，欠钱，啥也欠，还不还？但还，你寿命也快到了，可能你没太多时间休息，而且你的正量境界啊，已经，哇，到达很高的境界，你觉得就差一点点的时候，好，大慈大悲了去，为了他的觉受，我一般佛菩萨会的。当他一下子去为了他的觉受去做的时候，你知道圆满来临了。因为你本来是圆满的，你还总要寻找个圆满吗？到最后，永远是在利他的过程中你圆满的。你要在头脑里说你要修修修，你要修出个圆满，这可能性不大的。啊，这还算切记呢？什么切记还多的是没说的。就是说，你不到的都不算切记，是吧？你说我们本来是佛，这才是切记呢。这不切记，你本来是啥？这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们本来是吧？大家坐在这儿，三界六道坐在这儿，都不知道本来自己原来是如来，而且是无形无相的，而且不是这个女人。你知道这个切记，因为大家不信，所以它不算切记，是吧？说亵渎切记了没有？因为大家谁也不信，我就是个女人。说信，我们信佛，但回去我就是个女人，是吧？你信了吗？信佛所说，你就得按照佛的信受奉行，知道吧？那否则你家里挂上墙上挂着释迦牟尼佛的像，这儿摆上观世音菩萨的像，你就信了？那就叫信吗？他说的话你一句也没信，是吧？你说我信，但你一句也没照着做，你说你信吗？是吧？你妈说，东边有个什么什么说你妈，你跟你说，你去那个超市买酱油，是吧？你说我很信我妈，你从西走了，是吧？你觉得你信你妈吗？谁信你，是吧？说的那句话，你妈说去东边那个超市买酱油，然后你一出门从西走了，然后说我妈不骗我，我很相信我妈。我们现在就是，我很相信佛说，佛说的是真理，佛说的是对的，回去就按凡夫做了。出息走了，没有爱佛的去尽受奉行，然后念念着相，念念被进转，你这是信佛吗？你就是你妈说出朝的，你出息走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的信不够深信啊。所以你看每部经后边就是信受奉行，既然信了就要接受，接受就要执行。你妈说从西边东边走，买去超市买酱油，你就一出门从东转买酱油，从超市你就这就叫信受奉行。你从西走就不算，我们就是从西走了，所以你没信佛，是吧？没信佛就成不了佛。你没信佛，你从东走买不到酱油，西走是吧？所以你很难成佛的嘛，因为佛已经把他很多大劫经历过、修行过的东西整理了一条路给你，就很简单的一条路了，已经是。他经过很多，他修了很多很多法门的，比如说把自己喂了老虎这件事，把自己割肉喂鹰这些啊，什么让修忍辱，让割裂我自己，我们看过的这些啊，你们熟的这。很多法门他都认为能够成道，很多法门都体验过啊，去全部体验完了，到最后给你总结出是戒定慧三学，戒定慧三学是吧？定能开启智慧，智慧能告诉你知道自己是佛，知道吧？这已经是简单到精简到精简到就是最适合人力修行的东西，而且还告诉你最好是盘坐。你躺着容易睡着，站着容易累，是吧？爬着你容易是吧打嗝，或者是什么啊？你按人力这个体型坐着比较适合，这不都是给你总结出来的吗？否则你以为睡着了可以的成佛，否则你怎么知道有这个盘双盘的状态呢？这不是佛告诉你的，不是前辈们给你留下的总结的。你学的这简简单单的这几个知识一做，是吧？双排、单排、散排，坐着，或者是吉祥卧等等，每一个是实在坐不没有说，有的人坐不了嘛，有的腿疼中年，是吧？可以跪坐，可以吉祥卧，但是双排是最好的。你看，佛菩萨也给你示现这个相了，就是它是适合人力的构造的，脊柱哎这样的气脉的一个构造的，这样的聚集能量最快，金字塔形的坐姿。戒定慧三学。你那个持戒也就那500条、200条，他说哇500条，哇250条，哇菩萨戒，哇哇啥呢？是吧？你
你那么多法相，脑子里一睁眼一眨眼起心动念那一大堆问题，那五百条算啥呢？是吧？那都是帮助你入定的嘛。你没有那些，你啥也去体验，啥也去做，你刚开始修行散乱一大堆，习气欲望一大堆，无名妄想一大堆，你啥也去体验，啥也去做，你怎么入定啊？那不得邪出界，入定，入了定，你开启了智慧，你可以不持戒啊，是吧？你开启智慧，你成佛了，佛出来不持戒，因为佛无我。持戒的是人力，知道吧？里边佛无我相、无人相，谁在持戒啊？空性怎么会持有戒律一说呢？但是空性不持戒，如来不持戒，如来示现啊，示现持戒啊。如来示现持戒是因为你需要啊，是吧？如来示现吃饭，因为众生需要；如来示现睡觉，也有众生需要；如来示现啥，也是因为他的弟子需要。啊，他示现出家，弟子需要；他示现结婚，弟子需要；他示现生孩子，弟子需要。啊，释迦牟尼没生孩子。他示现脚踩莲花不走，弟子需要；宗教的创立宗教的需要，知道吧？啊，刚才讲天上地上唯我独尊，弟子需要，宗教需要。需要这些境界，知道吧？他知道人力的所有需要的东西，他都实现。天上地上唯我独尊，一生下佛就我慢，他说唯我独尊，你就忘了人家叫如来，是我们的本性啊。那说你呢？不是说他，我们那个我是每个人的我。天上地上唯我独尊，我们竟然能活成这样，现在活成啥了？细菌虫子，然后自己小瞧自己，照着镜子，你看你，你看你。长得多丑啊，你看你又长了又多了两根皱纹，你看你头发也白了，你看你是吧，你老了是吧，你看你多丑，你看你没化妆是吧，你能人家释迦牟尼佛照着镜子是天上地上唯我独尊是吧，你说你看你多丑，你看你，你看你这不骂自己吗是吧，你也像释迦牟尼佛每天站在那天上地上唯我独尊，但不要骂人，不要说唯你独尊就骂人，活成那样子啊，活成不被境转不着相无相的境界，但不被境转容易做，不着相也容易做，但是不生法相就难了。不生法相是什么？比如我现在说个苹果，你头脑中你要听懂我说话，你就有个苹果的相嘛，这叫文字相嘛。所以不生法相需要靠定来破，就是你那个人力的本能认知需要定来破，你光在这样子是破不了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要修，还要有一点形式上的修正。如果光是说你不被境转，你还需要打坐吗？是吧？心胸坦荡的人讲就可以了。四十不惑的，或者是啊知天命的也能达到，不被境转是吧？你骂我，我不动声色，是吧？你爱越爱我不爱我，我反正我无所谓，我活得很幸福，是吧？这也可以啊，你到一定年龄你可以啊，活上三百岁的时候就可以了，但是那个本能的反应，你骂我我生气，本能反应需要在禅定里边破，本能是吧，破六根达到互运啊，破心性上的圆满都需要在禅定里破，就在三摩地境界里啊，大乘菩萨有三昧啊三摩地啊这些境界，菩萨的定境。